学长会吗？
惯性定律是什么？你要什么什么？解释惯性定律啊。它不受外力作用时，当合力为零的时候。我还没拿出课本，等一下。哦，那你还没拿出课本，你还在哪？你干嘛？合力为零时，静止核心动止恒动，等速度的运动。好，非常好，好，这个有奖，谢谢。这个有奖跟没奖呢是没有两样的。好，因为呢这样讲，那你就自己看就好了，还老师干？对不对？而且通常你这样看呢，有看也是没有懂啊。那我就打话我。所以老师要解释，就是老师的假期，好吗？你这声音是不是不太清楚吗？声音听得清楚吗？听不清。我这里听得很清楚。好像有点不太清楚，这样子重开一下。你要喝一下水，喝一下。你是讯号。你是老板啊。是吧？好，这样好一点，来，好来，注意，赶快。所以这惯性啊，其实很简单嘛，惯性就好像我们人类的惰性一样。为什么？按照我们的习惯，我们通常会怎么样？我通常会加油添醋。老师习惯加一个字，叫做习惯性定律。什么叫习惯性定律呢？就是说我们的宇宙万物。哦，只要是你具有质量的东西，你就有一种习惯性定律存在。什么叫习惯性？就好像，就好像你动起来的东西，你就不会想要停下来。什么意思？你有看到老师骑脚踏车吗？有。动起来就。那你骑脚踏车的时候，你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我们常常踩一踩，就踩几下之后呢，就累了就不踩，可是呢，你的脚踏车会一直停下来，它是不是还在继续往前滑行？对不对？可是我明明没有踩，为什么它往前滑行呢？因为它原本已经动起来了，所以呢，依照我的惯性定律呢，动起来的东西，如果呢你又没有外力给它的话，它就一直运动下去。好，那算。实际上，我们的脚踏车呢，你不踩之后，滑一段距离之后就会停下。它会停下的原因是因为地面有什么？有摩擦力。如果今天地面没有摩擦力，或者说摩擦力很小很小的话呢，我是不是就可以踩两下就咻就滑过？对不对？对。好不好？好，所以呢，一个是理想状态，一个是现实状态，你要分得清楚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再比如说，我们呢停下来的东西。也不太会想要站着动。比如说，如果老师今天站在这边，站在那边不动，我就会习惯的一直站着不动，就不会想要动。你了解吗？啊，就像个东西摆在这边，这个讲白了就习惯会停在那边，他不会想动，这也是一种习惯性，了解吗？啊，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，橡皮擦球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件事情。来，开始。我们现在做个实验，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惯性。哦，老师说惯性就是物体啊，它懒得动，它不想要改变，你懂吗？哦，它想要维持它原本的状态。我不要变嘛，最讨厌改变，物理都是这样，人都是这种惯性。好，当你呢坐在你家的沙发上面，然后遥控器手拿遥控器打开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动不了。那、啊、你妈妈就会叫你说，打扫啦，哦，吃饭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，好，是这样，在学你们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惯性。好，那我先问你哦，我现在要把这个水罐打开，你猜？在水罐拿下来的时候，这小米才会怎么样？跟着水罐跑。好，还有没有其他答案？只要你拿得够慢。快看啊！如果我拿得快一点的话嘞，它会停在那边。停在那边，它停在那边，上面。死我了！不在上面啊！有这么神奇？有这么神奇吗？来，我们做个实验。好，来，大家点击。
擦擦擦擦。我现在能观察的是这个橡皮擦到底会跟着水分挤得翻走，还是呢停留在原处然后掉下来。我们掉下来，你要拿一块还是慢？我试试看嘛，我是年纪大了，反应比较慢，我也不知道会成功吗，好不好？看你自己老板。错了，看到我都会敲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观察到没看到是不是？
就叫做惯性，了解吗？物体维持本身，为物体维持原本运动状态的能力，就叫做物体的惯性，就叫做物体的惯性。所以我们会说，惯性其实有大有小，不同物体它的惯性就不一样，它的惯性呢就不一样。好，那所以我再问你一件事情，决定一个物体的惯性大小，该用物体的什么东西来决定呢？啊？需要你决定吗？老师的惯性跟他的惯性谁比较大？为什么？比较胖。比较胖。是，我比较胖。啊，我比较胖，它背后隐含的物理的意义是什么？重量。重量吗？应该是什么？质量，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质量就是我们衡量惯性大小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数据，可以吗？所以我们看一下讲义28页，来注意，牛顿第一运动第六生惯性定律这写过了，好不好？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除了老师黑板上写的这一行之外，还有这一行，讲义这一行要划线。当我们物体不受外力或所受的合力等于零的时候呢，静者恒静，动者恒做，等速度直线运动，等速度直线运动。这是谁的？你的。啊，水是谁的？来，谢谢。他的。阿黄，你家。好不好？哦，所以奖励这个蓝色这一行要画线，要记下来，因为考试会出，考试呢会跑，好不好？哦，特别是你的一句话。静者恒静，动者恒坐，等速度直线运动，好，好不好？就是说呢，我原本静止的人，我就习惯静止嘛，你不要烦我。啊，我原本已经在运动的人呢，我就想要一直运动下去，你也不要烦我，好不好？好，了解吗？好，就像老师其实有一个经验，好，老师呢，之前啊，有在慢跑。之前太好吃了。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在师大念书嘛，然后以前是打球队，然后都会慢跑，然后大学的操场撞球队，篮球队，好不好？我以前才63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虽然现在刚带出来，我以前只有63，我真的是打篮球队。你身高63，好，不然挑篮球啊。跳出怎么办？跳出怎么办？我输，我心情会掉了。要不要？那你输嘞？不，他不听我话，我就让你叫我助理。真敢讲，你看，这是人不要脸，真是天下无敌啊！那整个。好了，来，各位，我要再讲一个现象，看有没有这个经验哦。就是我们之前在跑操场的时候，因为大学操场一圈是400公尺，然后慢跑的时候，一开始跑你会觉得很累，就刚开始启动的时候你会很累。可是当你呢，就是跑了大概2圈3圈之后呢，你的身体已经热起来了，哦，你已经暖机完毕了，你就会一直跑。那在跑的过程中呢，你也不会觉得很累，你懂吗？哦，你就很习惯一直跑。啊，如果没有人提醒你呢，你也停不太下来。懂我意思吗？我意思说，你就会很习惯，就是你一直，反正就是一直在跑就对了。啊，如果说，除非是你有在算，比如说我再半圈就好了。啊，如果说像老师是一边听音乐一边跑，然后一边想事情，然后一直跑，然后就会发现，在跑的过程之中呢，习惯了之后，习惯了运动状态之后呢，你就会一直跑。而且在跑的过程中，其实你不会觉得很累，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那种呼吸。习惯了那种能量的消耗，你就会一直跑，这也是一种惯性的一种感觉。好，啊，但是你跑到，因为你的能量还是会用完嘛，你跑到累了的时候，你才会意识到说，我该停了。当你的体力还足够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一直跑，你就觉得很正常，就像你一直在走路一样，一直在跑。好，这个可以，你们有空，有在慢跑的人可以去体验一下这种感觉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这是一个例子的说明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赶快进入到第二运动定律哦。来，第二，来，
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叫什么定律啊？运动定律。对，它叫运动定律，发现一下。活动有没有学过？运动定律活动就是怎样，就给你一个数学式，叫做什么 ？F 等于 ma。是的。来，这个地方写小点，这个地方有重点。向量，请你标注。向量，请你标注。好，那我再问你一件事情。国中老师能够教你这个公式的意义是？有，可是忘了。有，有，有人印象国中老师怎么教的吗？我忘记了，好，就像旧情人一样的都忘光光了，好，来，这个公式啊，它的精神是什么？就是说很简单，我一个具有质量的物体，好，我要有加速度产生的话呢，我一定要有力量作用在我身上，这是一个很初阶的一个精神，这是一个很初阶的精神，对不对？就像如果今天都没有人推你。没有人给你力量的话，但是你却有加速度，可见的你一定见鬼了，了解吗？啊、哦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啊、哦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了解吗？啊、哦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运动定律呢，就是呢这个公式的一个介绍跟说明，好不好？那这边提醒一下，牛顿的单位叫什么？牛顿是力量，它的单位叫做 N， 质量我们用 kg。加速度的单位，每秒钟多少公尺？啊，这公式大家学过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啊，反正你只要会算，题目怎么跟你说？他就说哦，有一个物体质量一公斤啊，受到牛顿力量啊，加速度是多少啊？有加速度之后，再问你说，那请问它从静止开始呢？五秒末速度多少啊？哦，它从静止开始呢，它十秒内的位移是多少啊？路径是多少？速率多少啊？特别问你算有的没有的。哦、啊，国中生都在算这些东西。啊，你们也经过那段无聊的日子。啊，但是我们现在。再另外来讲一下，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探讨的 ？OK， 来，首先我们对这东西有兴趣，对这有兴趣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是不是说了，质量是来衡量一个物体惯性大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。质量越大的人，惯性就越大；质量越小的人，惯性就越小。非常好。那我怎么知道这个物体质量有多大？我怎么知道这个物体质量有多大？量，量，量什么量？体重计啊！啊？体重计。体重计是量，质量吗？请问你坐在天顶上面，天顶？密度跟体积。密度跟体积。啊，我怎么知道我体积多少？量，怎么量？哦，老师，我知道，我学过排水集气法啊。啊，我跳到游泳池之后呢，那看一下我增加多少水，我就知道体积多少嘛。你看我学得多好，好像不太实用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哎、欸，那我要动动脑袋啊。学括号学长，要括号学长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，这的确，这的确是要思考的哦。你们国中学完了，然后却不知道质量怎么量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件？讲出来会让人家有点拍谁的事情吗？不会。好，来注意，的确，天平是呢，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学习是说，天平是拿来量质量的一个仪器。可是呢，在很多的实际面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找不到那么大型的天平能够量一个人的质量，或者是一台车子，甚至是一台飞机的质量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大的天平。那我们怎么去做这些大型的东西的质量的一个衡量呢？就是靠它。专心老师有一个你们也应该没有听过的东西，我听听看。我现在想要做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我想把这个质量独立出来，独立在等号的一边，其他人都不要丢到旁边，看会变成怎么样？来，我现在写这个，我的质量会等于什么 ？a 除过去，我是不是可以写成？F 除以什么 ？A， 是不是这样子？那这个数学关系式的精神是什么？我是不是只要量测这个物体，它所受到的力量是多少，
以及呢，它表现出来的加速度是多少？根据这个关系式，我是不是就知道质量到底是多少？了解不了解？了解不了解？哦，相对说，老师，那力量也要量啊，加速度也要算啊。哎，可是相对于去做一个极大型的天平而言呢，去量力量跟算这个物体的运动加速度是比较单纯可行的，了解吗？哦，所以这样子做出来的质量呢，它叫什么质量？它有个特有的名词叫做惯性质量。不要发呆好不好？赶快写下来哦。它叫惯性质量，因为它是透过牛顿运动定律啊、哦、所计算出来的一个质量。那它的整套东西呢，也是跟惯性定律其实是连接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因为你有受力了。好，你的运动状态会改变，好，这也是一种惯性的一种陈述，好不好？好，头有点干，好，啊，刚讲惯性有两个例子，忘记讲，那待会再补给你。好，注意哦。所以惯性质量呢，它就是专门呢用来描述我们惯性大小的一个代名词，可以吗？好，那你说老师，我质量是这样测，那如果我这样做出来的质量叫惯性质量，那我用天平量出来的叫什么质量？叫天平质量吗？来这边对照一下，若用天平。如果说天平量的，哇！你的手机，天平在什么条件之下才可以用？有重力的时候才可以用，对不对？知不知道为什么？知道。你看，你这样代表你观念不清楚。哦。你说没有重力怎么有重量？这句话本身没有错，可是你用这句话来解释为什么天平要在有重力之下才能用，就是牛头不对马嘴。我跟你讲，十个学生有九个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这结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谁可以解释？加分。加分啊！加分啊！为什么天平会在没有重力的地方动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，为什么天平要在有重力的情况下才能用？想一想好不好啊？沉默是金，但不是此时，此时沉默是。好，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怎样？因为如果在没有重力的情况下用的话，它就飘来飘去的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我现在我再把问题讲的仔细一点好了。当我们知道说没有重力会飘来飘去啊，那是没有错。可是我问，那我现在反问你说，为什么要有重力的时候才能用？你刚刚的解释是说，没有重力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？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他说因为没重力的时候会飘来飘去，所以不能用。可是我现在向你解释的是，有重力的时候才能用，那为什么？请你用直接论证法，不要用反证法，听懂我意思吗？你刚刚说的是反证，我要说要请你说是直接论证，请说。可以讲仔细一点吗？有方向对，可是讲不够仔细。你要训练自己把你的讯息啊清楚的整理出来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有地心引力。废话。好了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
你讲很接近了，可是不够好，我不能帮你，不能给你加分。好，基本上你看两个天平，这就是两个天平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代测物。我们说天平怎么量测这个物体的质量？我是不是要摆砝码在这边？对，假设这边是摆砝码，然后摆一颗、两颗，直到我天平左右平衡之后，我再量、再看这个砝码上面的那个读数，总共是几公克，我就知道这个代测物是几公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为什么要有重力之下才能够存在？就像他说的，好，我有重力的时候呢，我才会压这个板子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压了这个盘的时候呢，我才知道这里不平衡，我才要去慢慢的去补充我砝码的克数，直到两者平衡的时候，才能够得到它的一个质量的数据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它一定要在有重力之下才能够使用的最根本的原因。好，你讲的其实是方向是很正确的，但是不够仔细，我还是问加一个，下次试着把它讲仔细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再问你，那弹簧秤呢？弹簧秤怎样？弹簧秤是称什么的？称那个重量。称重量哦，好。那弹簧秤在没有重力的时候能不能用呢？不行。觉得不行的举手。弹簧秤不行，这个没重力不行。弹簧秤不行的举手。勇敢举手，不用看人家有什么好看的，想举就举啊。好，放下。觉得弹簧秤可以用的举手。好，放下。这么多人觉得可以用，那请问为什么可以用？先解释一下。来，为什么可以用？来，为什么可以用？你觉得当物理老师最好玩，就是先。先公布答案呢、啊？我不要，为什么先公布答案？我笑大家。啊？因为就两个人。这么简单的东西，自己没有答案，还我讲了才肯定自己吗？好，答案是好了，没有重点的时候也可以用，那为什么？哎，学长先撞到不太好。来，谁可以说明为什么弹簧秤在无重力之下也可以用？可是它没有重力，它没有弹力位的。是哇，什么弹力位的？你在讲什么？这跟弹力位无关，好不好？你的方向还是对，你还是讲的不够仔细。真的，我要训练你。训练你，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跟关键。学长，你刚刚讲一句话误导了大家。其实弹簧秤呢，一般人而言只会说它是来量重量，可是弹簧秤最主要的精神呢，它是来量测力，你懂吗？为什么？我们是有力量作用在弹簧上面，它就会发生形变，被拉长，对不对？然后被拉长之后呢，我们再根据呢我们的读数来判断说，我现在量出来的力量有多少。我请问一件事情。我现在手拿一根弹簧秤，我即便在外太空，我可以拉它，我可以拉它，可以啊。那它会量出我力量的大小，可以啊。那我可不可以用？可以啊，了解吗？哦，听上去听得懂，这样听得懂吧？哦，所以这边要特别小心哦。讲仔细一点，弹簧秤的精神是在量测力量，那这力量不一定是要东西给的，我可以用手拉，了解不了解？所以弹簧秤在无重力下也是可以用，理论上是可以用，了解吗？啊、哦，是这个意思，要搞清楚。好，那这个例子我再讲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地方是这样子，牛顿运动定律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这地方提醒一下，重点是什么？式子要会带，单位不要看错，还有吗？了解吗？还有力量的合成，力量的合成与分解会不会？好、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再讲，我们之后再讲。好、哦，但我这边先回到惯性的来讲一下，有个例子我忘记讲。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例子。好，现在这是一个乒乓球，假设这是一个盒子，一个乒乓球呢，啊、哦，一条绳子呢吊在一个盒子里面，那这里面盒子是空空的，都是空气，啊、哦，是空气。那我现在问你啊、哦，我现在这个盒子啊。向右加速的话，我这个乒乓球会怎么做运动？给你选，第一个，乒乓球会跟着，在 A 选项，乒乓球会跟着向右跑。第二个，乒乓球会向上跑。第三个，乒乓球会向这边跑。第四个，乒乓球会向下跑。
A B C D， 选 A 的手举手。有什么看懂吗？有一个盒子，空盒子，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透明的，好不好？里面呢，用一个绳子绑在上面，然后下面掉一颗乒乓球，然后呢，我再给他一个力量，让这个盒子呢向右加速，向右加速，了解吗？哦，那么这个乒乓球会怎么走？你就想吧，公车你没坐过吗？公车向前启动加速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往后倒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所以这题应该啊、哦，如果跟你讲公车，你看通常都会哦，恍然大悟的，没错的 ，C， 可以吗？哦，这有什么好讲的？无聊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情况。来，这地方只有一个事情不一样。我刚刚这盒子里面是空空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如果里面装满了水，我知道，跟加速度一样。好，那一样的。A B C D， 这时候选哪一个 ？A， 确定吗？确定。今天状况不太好。一定是 A。一定是 A， 好，耿耿要相信，没有人要相信你。没关系，好，选 A 的举手，就是反正都在这里面装满水而已，选 A 的举手。先到你，没有了解你的举手，好，谢谢，放下。好，就是 B 的举手。可以带大家朝蓝天。C， 就是 C 的举手，勇敢举手，不用怕，这个不会扣分，觉得多少是多少啊。就是 C 的举手，好，有些人举手，就是 D 的举手。
所以当我空气往左边挤的时候，啊，注意，往左边挤的时候呢，并不足以把这个乒乓球呢往右挤回来，它本身质量太小，它无法改变人家，懂意思吗？所以乒乓球呢，它的确是物质，它的确是物质。OK， 了解吗？啊，再回到这里来，注意听。但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要先看乒乓球。我单独只有说到乒乓，我单独只有看乒乓球的时候呢，我的确有乒乓球本身想要维持原本的运动状态。所以呢，我向右加速的时候，乒乓球原本哦，仔细听听看哦，乒乓球原本也是想要往左边移动的，原本也是想要往左边移动的，可是它遇到了一个障碍，什么障碍？因为有水，水啊。因为它本身向右，盒子向右移动，我整杯水啊，的确根据我们的惯性，我水也要向左移啊。不是说你乒乓球要向左，我水也想要向左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水本身的质量太怎样了，跟乒乓球比起来太大，所以你既然水呢往左边一挤，它占据了左边的这个空间之后呢，它就会把怎样乒乓球给推回去。了解不了解？为什么？因为此时水的质量大于乒乓球，所以谁的惯性比较大？水是比较强，水的惯性是比较大，好，所以呢，它的惯性大于了乒乓球的惯性的一个变化，所以呢，它会把乒乓球再挤回去，所以最后你就会看到乒乓球是向右边，是这样子来的，这样听不听得懂？好，试试看，稍微想一下，好，我知道这稍微比较难懂一点，因为这个已经是两三个层次的思考，了解吗？好，好了，听不懂。哦，就想一想就好，这是一个思考题，大家不要太沉重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看大家快崩溃了，还可以吧，学长，听得懂吗？太简单，太简单，你还是想崩溃，你们不会吗？那你们想输给他吗？不想嘛。好了，来，很快。所以这个呢，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跟第二运动定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个力的合成跟分解，啊，其实你知道稍微再看一下国中的内容。好不好？我先把呢三大定律的内容先讲完。好，牛三是什么？弱反弱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中文我不写了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好不好？那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有几个性质？有谁知道？我跟你讲四个。谁可以念出来的？性质，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性质，大小怎样？我们先回忆一下，我都学过了。方向嘞，相反，还有嘞，还有嘞，还有什么？没啦，只有这两个、啊。你可以翻书啊。同一条直线上。它是会作用在同一条时间上，不可以互相比较。还有嘞？不可以互相抵消。不可以互相抵消。对啊，可是不是我们要写中。好了，如果你这个要写的话，那就五个。好，不可以互相抵消，可以写啊。那其实就是四个字，同生同灭。什么叫同生同灭？他们会同时出现跟同时消失，了解吗？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快点，你可以去翻书。啊，互相吸引，会吗？孩子，赶快想一下，看一下，没有了吗？同学们，那、啊、你们不是有人去补习吗？补习班都没教吗？啊 ？Oh my god！ 没钱补，没钱补就专心听课。好，好。第二点就是什么？作用在不同的物体上，非常重要。先把这个观念先建立起来，待会画个图说明就知道了。好，坐在不同的物体上，可以吗？
好，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。假设是一张 desk。上面摆了一本书，这是一本书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像你们桌上那本讲义一样，躺在桌上，躺在桌上的讲义。好，那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请问你，这本书本身有没有重量？有。有。我说书的重量叫做 WB， 可以吗？那这本书现在目前运动状态是什么？静止不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静止不动？桌子当支撑。桌子给它一个什么力？支撑力。支撑力非常好。桌子的支撑力呢，我叫做 ND。蓝色看得到吗？不太好看的话，稍微看一下。好，那我问你，我来检查一下，这两个力量大小都相同，有没有？有，方向都相同，一个向一个向右。有没有坐在同样时间上面？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外星人来袭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先打通，来，一分钟。所以这就是一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对你个头！这不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，不要被骗的。哦，虽然我看起来呢，哦，忠厚老实，有时候讲话不一定是真的，可以吗？你要小心，不要被我当掉喽！来，小心的检查一下。一二三的确成立，第四同生同灭，有吗？有吗？我请问你，我把桌子拿掉，那重力会不见吗？会不会？不会嘛？请问他们有坐在不同的物体上面吗？哎，这个重量是坐在书上，这个支撑力还是坐在书上，它是重力跟反重力吗？不是，好不好？所以请小心，这地方请架构。满足这三点叫做平衡力。好，只满足这三点叫平衡力。全部都满足的才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作跟一个反，自己知道，了解吗？先不要急着写心抬头，我还没讲完。那我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在哪里？不要忘记了，我这张桌子呢是放在地球上，好不好？那根据我们所学呢，万有引力告诉我们，其实呢，我们之所以会有重量，是因为地球在拉着我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在地球在拉我们的同时，其实我们也在干嘛？我们是不是也在拉地球？只是呢，地球质量太大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力量呢，坐在它上面变得微不足道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即便微不足道，它真实的存在，我们就要把它真实的画出来。所以，如果这个力量 WB。是叫做地球拉书本的话，那就一定会有一个力量，好，是书本在拉地球，叫做这样。OK， 这个呢自己写，书拉地，快点自己写，画图不要发呆啊。这个地方写书拉地，书本的书，你再给我写什么苏格拉底这里。苏拉蒂，这个是苏拉蒂，这个是谁？红色就是地拉苏，好吗？哦，自己写。所以这两个人，这个才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。好，写个作反，那作用力跟反作用力，好不好？那、啊、这里嘞，这里嘞，如果是上面这一组，这是一组。好不好？这要先把它分清楚，了解吗？可以吗？
不要被骗，很多人啊，貌似会背，但是呢，乱背哦。那你搞不清楚什么是顶能力，什么是做力跟反作用力，好、哦，不行哦，要分清楚，了解吗？我写得很清楚了，满足前三项的人叫顶能力，全部都满足了才是做力跟反作用力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、哦，好，那基本上牛顿三大运动定律的内容呢，我们大致上先介绍到这边 ，OK？ 好、哦，剩下的部分呢，我们下次再讲。好，下课。刚刚报告，现在那名字的同学，然后现在得到加速三个转折，七一三百一，七零三九零。